小峰啊，前面就是我们的新家了。哦。産業は何でしょうか。製造金属。はい、では工業生産が生前の水準となったのは何年ですか。1951年。はい、よくできました。では今日はここでおしまいになります。バイバイ。早く家帰ってこい。すみません。チャンさん、何ですか。神谷一丁目はどうやって行きますか。ここから道を二つ渡って左へ曲がってまっすぐに行ったらそのあたりが神谷一丁目です。あ、そうだ。あっちにユキっていう名前の女の子がいるから、その子も神谷一丁目に住んでるから一緒に帰りなさい。わかりました先生。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また明日。好像有朋友啊。どなたですか？你是小峰吗？你会说中文？我是中国人。我们同一个学校的。对啊，之前我算是学校唯一的中国人，现在。又多了你一个，我们做朋友吧。啊！对了，你家住哪儿？神谷一丁目。哦 ，Yuki 家也在那边。你认识 Yuki 吗？不认识，我刚搬过来。你不是我们班的吧？你怎么知道我的？因为学校里边都在议论你啊。有什么好议论的？不是，因为我们学校都很少有转校生过来的，又是一个外国人，所以当然要议论了。那他们都说我什么？说你很高冷。我说这些你会介意吗？不介意啊，反正我也不在乎，你们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呗。那你为什么不跟大家聊天呢？我们不熟。可是
不聊怎么熟啊？你在学校也一直板着个脸，都不笑的。我笑不出来。刚刚自拍的时候，不就笑出来了吗？你看着啊。我的眼睛啊，可是前后2000万，多笑笑吧，你笑起来很好看的。算了，反正我也不太爱发照片。我觉得，就算发出去也没什么人想看吧。我觉得照片只是表达自己心情的一种方式，你尽管表达自己就好了，不用在意别人想什么的。啊，对了，我超爱拍照的，以后我帮你拍啊。嗯。你之前都在哪个城市啊？福冈、仙台，然后还有新泻、横滨。好羡慕。这有什么可羡慕的？每次去一个地方都住不长。而且我刚交到一个朋友吧，很快就要搬家了。是有点辛苦，但是也有好的一面啊。比如说你可以体验到各种地方的风土人情。我们这虽然不是什么大城市，但好吃的还是挺多的，人也很友善。但是吧，我其实特别怕和别人告别，所以觉得不如干脆和他们保持陌生的关系就好了，也不会那么麻烦。麻烦？所以你是因为怕麻烦才不愿意跟人接近吗？大概是吧。你知道日语里边有个词叫做絆吗？嗯。这是我学过日语之后最喜欢的一个词了。在中国，这个词的意思是被缠住，不能脱身。而在日本却是联系的意思，中国人会说我们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密切了，而日本人却会说我们之间的羁绊越来越密切。我还真倒没有想过。我觉得这太形象了，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其实就像是不能脱身被缠住的状态。我不觉得这是一个麻烦，其实是一个很自然的状态。不管是亲情、友情还是爱情，人类所向往的情感状态不就是这样的吗？后天是你生日吧？你怎么知道？最喜欢的颜色是绿色，最喜欢的角色是钢铁侠，最喜欢吃的是川菜。我没告诉过别人啊。你不知道我们学校有一个网站是学生自制的吗？去看一下吧，好多同学往上面填自己的信息呢。可是我真的没有把我的信息登记上去过。啊？哎，无所谓了。反正迟早也要填的。哦，对了，你后天说要办生日 party。 没有啊。好多朋友都要去呢。真的吗？我也可以去吗？可以啊，可是我真的没打算办什么生日 party 啊。啊，你有电话打进来了。もしもし。あ、楓ちゃん、ミキだよ。あ、はじめまして。なんではじめまして？さっきずっと LINE で話してたじゃん。さっき？ WeChat。そうだよ。メール遅いから電話で話すね。友達と集まって一緒にバースデーパーティー企画するから、机が足りなくて困ってるから先生に相談しなくちゃ。あ、また明日。
啊，对了，我超爱拍照，以后我帮你拍啊。嗯。我的眼睛啊，可是前后2000万，多笑笑吧，你笑起来很好看的。你后天说要办生日 party， 我也可以去吗？